想说很好吃哎，阿瑞公你是老王卖瓜，好啦，你是这些蓝桃多啊，贤英老师哈，贤媳，那你立马拉酵母帮我们做的顺畅一杯饮，配上优格沙拉，让你如果真的肚丢哈。素北来时阵哈，你也是在吃这边，应该能味啊啦，一个是沙拉，然后再拌上这个酱。罗大哥好吃吗？比你那个彩虹果汁比我做的好吃。反正这个食材确实是简单啊，我只是觉得哇，爱保就顾哎呢，哦，就是慢慢咬嘛。你嫌麻烦的话哈，对，就是我们常常那个菊花饮有没有？你不要放糖，放蜂蜜。好，那个喝的话也非常有效。你说便秘哦？对对对，就是吃这个以外，就是菊花饮有没有？菊花茶啦。菊花在啊，嘿，对啊，然后但是你不要加糖，是加蜂蜜。哦，是哦，哎，你刚刚讲到，等一下我们要破解，有人讲吼，得啉蜂蜜就好啊，得顺顺顺啊，你敢是唔知啉着真俩假？啊，罗大哥吼，伊伫咱公馆啊，公馆嘛，那他也知道说蜂蜜真真假假，等一下告诉我们。好，除了我们刚刚立马拉酵母的分享之外，特董啊，陈老师来啊，陈老师呢，便秘滑脱唔是。水公公哎哦，对吧哈？他真的这么做，让你这样从头哎，人家进去之后可以一条通嘛，对吧？排毒一条通。可是大家看这些蔬菜，大家有在点点价不？黄公菜不爱吃，有一点黏黏，大家都对肠道黏膜比较好。对，龙须菜我往我往脖子上，我干嘛？还薄哎，还可以。它有表叶片前后都有那个细毛，所以会刮舌头。一般人都不喜欢吃，所以刮这个还好。去餐厅呢、啊，皇宫那个龙须菜都是要打一颗蛋哈，用蛋的那个啊，对，润滑把它那个覆盖住才吃得下去。你如果不用蛋直接这样煮的话，一般人真的很难吃。所以你的菜园里面没有种，这都是卖不好的菜啊，真的、哦。哎、欸，蔡老师都不动不种，但是他点出了一个问题了，对，如果是卖不好，就他就不常吃嘛。但是为什么蓝老师点的价，所以那。稍微转变解啊，哥，这地瓜叶大家比较常吃哈，对，甜椒、秋葵，哎、欸，秋葵基本上丢心，对。但是地瓜叶要选的时候有技巧哦，怎么选？啊，要选叶子大，那个柄啊，嘿，长的，柄长的，哦、那又跟我们又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对对对，不一样，对。一般我们卖通常都是只有前面。三片叶到四片叶，那叶片都不够大，没有达到老师的水准。可是我们如果卖大片叶，那梗那么长，那么长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光叶子哈，叶片这么大，叶子这么大，然后它那个柄啊，叶柄啊，大概有这么长，大概这么长，所以整叶是这么长哦。对啊，这种是最好的，那个叶子哈，好，你说叶子是这样，叶子安尼好，那这个柄呢，长一点的，要很长啊。罗大哥，叶子不要太小，这个会卖不出去，要大。那罗大哥种的是叶子，短的，哎，安尼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啊，短短的，然后要很多个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这样是不是？安尼对对，是吧？三到四片叶片一簇。我跟你讲，我也不喜欢买长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挨个薄黑那个梗，我们就只吃叶子，对不对？这卡臭，这卡油。有人的边下面那个纤维要拔掉，有没有？啊，对对对，都给撕掉，不要再那个皮了。要撕那个皮，不撕怎么吃？它也会撕掉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撕那个皮才吃得下去。对啊，不然你那个切一切，那个真的是太粗了。好，哎，今天你个给大家教解哈，你话你不爱吃，拢是咱专家。我拢 Q 来教，我拢 Q 来教。哎，不是罗大哥，你要种这种的。那个。大概你也在市场买不到那个梗那么长了，好，没有，我们也没有那么长了，就是长一点。顺应市场的变化，哈，好，来，甜椒了，秋葵了啊，这就是当季水果的对哈。那这个可以说明一下哈，这说明一下，那皇宫菜呢，大家都知道，煮熟了以后。软软黏黏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黏的就是什么？我们的水泥，我们盖房子的水泥来了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像龙须菜，那个须长长的有没有？底下这个也是长长的。对。那龙须菜我们切完以后，你可以发现刀片表面也是黏黏的。对，它也有黏。所以它有黏，也有长纤，两个都有。那这个是大部分都是黏。黏质的膳食纤维在这边哦，那长纤比较少，这边是长纤比较多，黏质比较少。那地瓜叶的叶子是有黏黏的，这边我们要长就要吃它的长纤维，就是钢筋的部分哦。那甜椒呢，最主要不要看这甜椒好像说哎没有长没有黏，对啊没有啊，但是熟的甜椒啊会有就软了就黏了就黏，真的。所以它的黏的膳食纤维是在它的皮的部分，
那我们这个甜椒最好它有三个到四种颜色，有时候还有橘色的出来。嗯，哦，那我们可以说它的颜色各有不同的植化素在里面。对对对。那我们同时吃这个蔬菜的时候呢，有三四种颜色，我们要的都有了。所以你是这个会吃很多种颜色，绿色、对，我都至少有三种颜色。哦， okay, okay， 像我们这边就有三种颜色在这边哈。看起来是好漂亮哦。橘黄色的比较难买。还有紫色的，哎，比较难买。好，秋葵也是黏的。秋葵是黏的，对，一定黏的。黏的，而且很黏。对，那我知道了，老师，我们的。便便呢，要像刚刚讲是第四型嘛，就正常的。对。而就像香蕉出来，像香这样粗的，也要黄色比较好，就是要偏黄色。那就是多吃黏的东西就对啦。也不见得，吃黏的呢，它会让你的便便呢会软，没错。嗯。哦，然后会比较容易排气，哦，就是说两岸猿声啼不住的，哎，意境就到了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你出来，它长度不会长。不会说一条35-40公分，甚至到50公分，不会。哦，最长记录一条到50公分哦，就说马桶绕三圈。所以刚刚是这个黏，说是叫我们盖房子的那个水泥嘛。对，黏的是水泥，黏的是水泥，对，黏的是水泥。那房子盖好之后，还要那个水泥上去之后要什么屋顶嘛，还要支柱，是不是这样吗？我们是说。盖房子的原料好了，哈，原料对不对？所以有钢筋嘛，哈，水泥嘛，水泥窝嘛，有吗？那还有沙子嘛，还有水，还有什么石头嘛，还要水嘛，水对，对，所以我们要解决我们这个粪便的问排便的问题，所以水就不掉，对，就缺不了。所以我经常说，羊大便跟牛大便为什么不一样？一样都是吃草的，哦，为什么这两种粪便会不一样？嗯，因为牛会喝水，牛喝水。羊不喝水，对，要喝水。那羊不喝水，不是说它不喝水，它的回收系统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要说羊肠小径，对，对，所以羊的肠是细细长长，为什么要细细长长的？因为要把水分回收回来再利用嘛，就这样子。哦，那水果呢一样，但是水果就比较欠缺什么？欠缺肠纤的部分。哦，那这些水果都很常吃的，对，然后。大哥的菜园里面皇宫菜有吗？还是这个因为这个也好种嘛？有种的比较少，种的比较少。对，如果说跟小白菜来比的话，小白菜一天可以卖100包，皇宫菜大概卖5包。啊，才卖5包哦！因为这个有一个味道，喜欢的人就喜欢，而且黏黏的，一般人不太会煮了。对，哦，是哦。哇，秋葵应该有，秋葵好种了哈。秋葵还不错，但是秋葵的问题就在于它一样毛很多啊。哦，对，有时候会刺刺，对，感觉好毛很多。你烫完之后，对，用美乃滋的话就很顺。如果你沾酱油，那小朋友就不吃了。对，我们家两个小朋友都不吃。我们在家是什么都不沾的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重点来喽，你要排便一条通，每天很幸福的吃，也可以很快乐的排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呢，要去买呢，你平常不太吃的菜，但是也要多吃罗大哥种的菜，那这样就完美了嘛。对，好，现在要上菜了，老师。好，感谢鬼龙吃最后的超好的丢。对，重点哦，竟然唔免放油呢，奇怪，为什么唔免油呢？这是每天我家一定要煮的菜哦。啊，我上班那一天的量就1公斤。老师，我上班煮咩喏？啊，那你要干些包包。嗯，晚上哦，你就晚上把菜处理好，对，切好，那隔天早上呢，哦。就把它炒一炒就可以了。你看老师，你刚刚说不要用油，我看到红萝卜，它是暖男的，你看它切得多漂亮，很漂亮。老师这边没熟力哦，对不对？我要问的是，老师你说那个你刚不要放油，可是我有看到红萝卜，那不是要说脂溶性吗？对呀，要有油啊。那没有关系，你我们肠胃道里面就自然会把它乳化了，没关系。哦，所以不要管它什么脂溶性、水溶性，用加的掉啦，没关系。哎，除非说你今天的菜。里面的营养素是，它是油脂的。老师，你平常是你除了炒菜，你也那种的围裙哦？没这么可爱，没这么可爱，在家里也有，家里也有。平常是型男。家里的这个围裙是我在用。老师是时尚专家呢。对呀，好厉害。老师要先有顺序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要先。我通常就是会把洋葱先下去炒，会干炒，比较容易有点味道了。嗯，那洋葱也是甜甜的。味道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对。哦，然后呢，我其他就一起就下去了。哦，一起就下去了。那我这边呢？怎么爆香？对呀，不用爆香。就是说我们通常哦，木耳哦，我这边炒是用我们习惯是炒黑木耳嘛，哈。那也有白木耳，对，那黑木耳跟白木耳呢，其实啊，
比较好的效果是把它煮到糊糊的最好。嗯哦，让它的粘性的这个膳食纤维能够出来，那这个是最好。嗯，老师，啊，迄这种的拢连续采收农药拢就侪呢，甜椒啊，对不？要洗啊，要擦啊。甜椒会要还是要有一些，如果你是有机嘛，有些都还是会喷一些农药吧。嗯，有机的甜椒非常难种。对啊，老师你看，真的不好种。但是就是要洗啊，我光每天晚上洗这些菜，要准备要2个小时，对，用洗澡水。哦，就是那个啦，那个洗澡水的温度，对温度，对，就是洗澡水的温度，不要以为是真的用洗澡水。在别的，在这个节目有讲过哈，没有不健康的人，只有懒的人。主要是我太太哈，我太太已经三十几年、40年的便秘了。那现在都完全解决掉，那我就每天早上爱惜料理了哈，所以来也给大家潇洒走一回，然后而且这个哈给力哦，真的很给力，帮你 push 一下哈就出来了哈，真的是强强棍。好，老师又在炒了，我们刚刚已经备好了一份了哈，你看炒出来就是像这个颜色，哇，炒软了就好，这真的是彩虹的颜色，好漂亮了。除了这之外呢，刚刚黄药师说他的配方是用菊花加上蜂蜜。啊，蜂蜜当然要去跑的干单啊，真的有效吗？我们等一下请专家来剖析一下哦。百万人疯传酸痛贴布治失眠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名医和专家小揪够健康在哪里？熊代用养生配方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健康有方在哪里？我们在三立台湾台。好看、好学、好实用。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三立台湾台健康有方，让你健康 N 次方。因为它有那种饱足感，而且像现在女生很追求瘦啊。然后就会拿那个水果来当正餐，就会很方便啊，而且它里面水果种类超多的，就很缤纷。那我们欢迎张雅文老师，谢谢。小鸡蛋的功能跟演唱会场地，今天后。在台湾的故事就在今天晚上10点半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热烈上映。爱健康的人都喜欢不添加。原味最好，无香料，无焦糖色素，无油脂，无胆固醇。这瓶鸡精坚持原汁原味，纯营养，纯鸡精，纯健康的活力。它是贵格原汁原味鸡精，来自贵格对健康的重视。贵格原汁原味鸡精，无添加，更安心。打没了一个披萨带着走。小披萨199，再加码大披萨只要299，达美乐412，我饿，全新珍珠章鱼烧，哦一些哦。朋友最近来铁佗 ，While you run for your lives, we'll be in the sky, safe as those birdies. 7月22日，冰原历险记，孝心撞地球。咱台湾人的电视台29频道，三立台湾台。喂。吃完。好菌多，坏的不准动。葡萄王 LGG 荣获国家认证，每包151好菌，保护消化机能，肠保顺畅不 NG， 享受美食一身轻。未来空调再进化，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o.1， 天气热它就是冷气，马上开机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。天气潮湿，它就是除湿机，跟过敏、发霉、潮湿说拜拜。空气脏，它就是清净机，有效过滤 PM2.5，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。天气冷，它就是烘干机，陪您全家度过寒冬。多机一体，超强功能，高效能，低耗电，还可以啪啪照，想要哪里吹冷气就吹到哪里。你还在用耗电旧型的冷气机吗？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、除湿机、烘干机一大堆的机器？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，一台顶多台，一般的价钱，多重的享受。直吹式冷气吹出健康，高效能，低耗电，不滴水，免安装，免排水。现在只要一通电话，立即享受清凉净冷的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。
百岁，记得一定要尝到尝尝清，美赛太屌了！哇，老师你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它也算彩虹蔬食，因为这色配的好漂亮哎，而且青椒，你看它切的细细的，就红椒、彩椒。吃下去就不会觉得硬硬的。我要先讲这个青椒、彩椒哈，一点点椒油没有，味道都没有，所以小朋友哈一定会接受它。而且好甜哦，好甜，对，好好吃。没有放油，竟然可以炒出这样的美味，了不起耶！有一点点盐巴吧，一点点。哦，刚贤义老师问说为什么不要放油啊？你是怕吃太多油还是怎样？对。油呢？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一天在控制我们饮食的时候，我必须要把油脂呢，把它摆到我中午。因为我在外食，可能会吃到了，那就够了。哦，原来真的可能也吃太多油脂进来了，对，因为也不能够完全没有油，完全没有油的话呢，这个在我们便便啊，对对对，它小，没有润滑，而且你胆囊在运作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油脂在吧？对，每次都没加油，我有时候怕说要有人要减的，也是过度了，错误的方法。加一点油下去炒也可以啦。罗大哥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。你都吃光了？差不多。厉害哎，都吃完了，而且那都真的不会有那个青椒味道。对，很多人不敢吃青椒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最棒了。因为像我太太吼，她就35年便秘了。啊，现在3年前就已经完全解决，就靠这个。你说便秘35年？对对对，历史好久哦。他现在一天啊吃1公斤这些菜，好，一个人要吃1公斤啊？对，吃1公斤。好，不过呢，就是大家在健康的时阵吼，把就要背后金对不对？而且要选到一个暖男呐哈。但是如果没有暖男，就家己做就对了哈，就这步该学起来哈，安尼也是无对嘛哈？对对。罗大哥，你会做菜吧？看起来好像会。对。但是罗大哥之前吃的，现在都不吃了，炸鸡啦，什么油什么油条啦，盐酥鸡都不吃了，那个绝对不碰了。都不碰了哈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，真的就是彻底改变，而且公馆买不到啦，会不会？还是有了，还是有了，还是有了，变不出来，还有什么方法？大家最常用或网上赖去啊，就一个方法就好了，就很方便，真的有效吗？哈，包括了，我们来破解一下，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解读。那有人说了，早上一杯蜂蜜水，润肠通便，保持健康，就一杯蜂蜜水，然后黄药师有加。一点点菊花，对不对？陈老师，安内通吗？是这样子吼。那你蜂蜜为什么它能够有润肠，还有帮助排便的这个功能？我们要总是要讲个道理嘛。对。那既然我们古代的这书籍早就有这样的记载了哈。那我们把它想一下哈，就它我们可以解释的就是说，蜂蜜里面还有一些寡糖类。那寡糖类呢，可以促进你肠胃道里面的益生菌，它的一个生长哦。那其实益生菌也是我们排便、粪便里面的成分之一啦，哦，所以也是有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蜂蜜里面有一些什么，有一些这个蜂蜡，那蜂蜡可以润滑的作用。那第三样东西呢，就是一种抗组织胺的一个成分在。对。那就是说润肠会促进你这个肠胃道，或者不要避免它过敏，或是怎么样哈。那这个是有帮助，大概就是这三方面。但是跟你那个比起来，可能就比较逊一点点。但是，对不对？那个有很多种会黏黏的食物，对啊，算是方便的。不要只有，算是比较方便不要要求说我只是要把它排便，给它排出来哦。要品质了。要品质哦，对，你要出得来之后还要品质，所以要一定要回头望就对了。你没有便便，没有办法把体内的毒素给带出来，真的是真的很痛苦，还是要有那个质量要出来。所以罗大哥的品质现在好吗？不是你的蔬菜品质，因为蔬菜品质一流，我讲是那便便的品质呢？现在一直都不错。那因为真的饮食改变，然后治疗好了嘛？对啊，哈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大家也会常常。用的方法就早上要清肠吧，对不对？就是喝一口这个排出全身毒素、除口臭、防便秘，就是喝盐巴水。好，要是盐巴水真的有效吗？对，有效哈，但是不可以太咸，一定要用温水。温水哦，那要喝多少 CC 呢？所以我们建议的话是250cc 就可以了。OK， 反正就是清肠道，应该也不要太咸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高血压的人可能就别塞，对，加少一点嘛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最后来问题，今天我们上 level 啦，跟 coach Ben 嘿，我们的小肠跟大肠，它总共应该是说各多长呢？我们刚刚讲一个1.5，一个多少？6.5还是7？好，就大概7公尺以内。啊，我都把答案供出来哈，好，赶紧来抢答，写在我们的 FB
上面哈，然后抽中，我们随机抽样就送给您是我们的潮包，哎，这个哦真的是很轻便，轻便，轻便，而且蛮牢的，带着啪啪走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说你要去买，老师在上菜市场买很潮，哎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而且要装你们青菜，应该都很。我赶快来打。对，我现在是背着登山袋去买菜，一个礼拜要买两次，大这么大的登山。登山袋啊，其实我们这个是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大家都是抢答，欢迎朋友。